我个人对这种故事就是有这个感情。刚才我一个脚手无够嘛，所以讲就拜托迄阵义工哦，就开始就来遮家斗三工斗资源啥。超过百年历史的草厝，就伫咧深坑山区。黄草厝顶是伊的特色。那到后要砍厝的时，就亲像带大家回去农业时代。我也在享受讲，较早伫咧农业社会，人甲人的连接是遮尔啊深，不像只咱工商社会，大家较无咧无咧接受嘛。安尼，我讲这個感觉是，这草厝存在，我讲是上个大意义就这所在。有啊，咱迄个要甲迄个厝顶的草卸下来哦，用这个拔脚拔了。涂骹晒干的芥头叶，一人分一挂扎咧。志工伫咧新北市深坑跑啊轮地山古道口集合，要赶伫咧看好的时辰进前，去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林家草厝。大概我们今天上去就是会分两组哈、哦，搭鹰架还有割白毛草。还有重点就是说，女生就到运价那边就好了。负责带头的是深坑农会地米产销班班长蔡金来，在地人拢叫伊蔡班长。十五年前开始找人斗三工整修草厝。班长引导，就伫咧地山古道出入口，为家到草厝差不多要行40分钟。伊伫爬悬起来，看到一张足大张的百年倒影，就代表林家草厝到啊。这间草厝为日本时代就已经有啊，保留传统建筑工法，石头做基底，壁是土角做的。黄草用来盖厝顶，唔那是北台湾，干那剩一间草厝，嘛是全台湾唯一阁有人住伫遮生活的草厝。第一就是讲，伊要整理歹整理；啊，第二是讲，咱即摆若准有趁钱，咱当然嘛是想讲要换一下厝，讲住一下较舒适啊。啊，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即咱种草厝就渐渐就一直少去安尼。天气好的话。它泥土比较松啦，土较松。啊，你即马落雨落伤侪工啊吼，这土拢水分很多，土黏黏的啦，那个锄头不好锄啊。林家人是草厝第三代的主人，退休了后才回来山顶生活，大家拢会压低头整理边啊一块菜园，内底种的真侪拢是各类菜、菜头，即挂常常看会到的菜色。啊，以前这田哦，拢用牛犁，用牛犁的，吼、哦。啊，现在都是人工的，用锄头铲，种一些蔬菜啦，种一些番薯啦，那个萝卜啦，高丽菜啦。拢是家己种，家己吃。拢家己吃啊，加减老卖就卖。即马这那个过年后卖布丢啊。林家在草厝附近种菜、种稻仔，供应家己的食食。台湾上早种茶的记录就伫咧深坑。18世纪以后，渐渐啊发展做茶米重要产区。林家在跑啊轮嘛有家己的茶园，靠种茶、做茶来趁食，到今犹原有咧做。高水高水。哦，所以现在洗澡水也都是用家己家茶这样烧的，对，都是用木材的。林家第二代拢总有三个兄弟，兔乖啊，走路无啥方便的是二新妇，已经高龄83岁。草厝目前干那剩伊含甲90岁的翁婿，还佫有孙仔林家人三个人住做伙。阮翁4岁就来遮，啊，唔是住一间。迄阵啊，毋是住一间，到民国三十几年才入来住一间。
石头脚，石头做眠床脚，安尼咧住。较早就是安那爱用家己料茶，这茶拢家己料的，醋茶来料，做眠床板做这个款的拢家己用的。林家草厝内底有真济为第一代的人用到即卖的物件。房间的眠床底是用石头做基座，到今搁咧使用。搁行较内底咧，嘛有较早做茶的空间。风台拍歹去，这拢搁换过。啊，即卖咧甲囥草，囥芳草。较早吼，炒茶都是茶一个，加一个大鼎看咧。哦，啊茶甲软入去。啊，即卖鼎若热吼，啊双手都安尼炒安尼变安尼变，茶这茶鼎咧拉咧变，十支钟头啊，这两支袂爆破尔，这八支拢爆破。较早这个这有两个窟啊，伫咧咧烘茶。茶只炒茶，茶仔烘茶。啊，阮翁若炒茶，我都爱甲烘茶。煮食用的灶卡虽然已经有现代加速炉，也毋过边啊传统的灶，依然是逐天放茶落去烧水。福工人食，迄六七个迄满地工住咧遮，拢家用这个煮烧水，互洗骹手。哦，拢用这个，啊，这个煮到这个去哦，歹去，班长这个搁加换好。啊，这个平常时间搁有在用？有啊，有啊，同款在烧水啊。要讲较早才看一块石头，才看一块，吼、哦，啊，用咱迄落鼎悬悬下吼，咧煮汤的呀，在遮煮饭。草厝位内底到外口，大多数也阁维持林家拄搬入来的模样，保存甲真好。干那有芳草厝顶会歹，必须要定期换。林家三兄弟过去会家己亲身来换，阁找厝边也是开钱请人斗三工，也毋过即马拢已经无法度啊。因伫咧十五年前哦，因为因迄个伫咧七差不多七十通岁的中间，因的体力嘛一直下降啊。啊，过来就是讲老一辈，因就有法度来做。啊，迄个老一辈，迄个拢一直退休去啊。吼啊，所以讲，伫咧十五年前拄有这个缘哦，啊，就来参与这个草厝的这个维修。蔡班长细汉的时阵，嘛是住草厝，捌甲阿公做伙砍厝。嘛，常常甲朋友上山，到林家来佚佗，对这种古早厝有特殊的感情。知影林家的状况了后，伊开始加入草厝维修。作家刘克湘嘛，斗三共宣传，对外找志工来斗卡手。林家草厝，搁一摆出现农村时代厝边头尾互相斗三共的画面。爱听地主讲吼，啊，地主林家草厝啊。今日要甲你迄个征收厝顶，吼啊，请着人工吼啊，顺啊，保庇大家顺遂啊，大家身体健康。向地灵公祈求动工顺利，就会当开始砍厝。现场分工合作，成为草厝后壁开始大营业。所以永丰要拿这个，等一下还要拿这个过去。等一下，他已经有了，所以他就会接。厝顶的芳草，有的真明显已经生青枝，有的已经断去。蔡班长甲林家的人爬起咧厝顶，先甲旧的草拔掉。志工用拍打的艾桃叶，甲旧的芳草一捆一捆拔好好。食的会当留咧，搁再利用。掐柴时阵用来生火，芳草厝顶使用的年限差不多三年到五年，得爱换一届。那是用稻草，还是其他的草，差不多干那会当冻一年。讲伊这种草就是会出油，所以讲伊有法度冻遮久。昨年的十二月，啊，伫我遐甲厝边迄个土的，哎啊。采收起，啊，住伫个我厝遐晒干，啊，迄个2021的3月9号才拜托这阵志工搬起。
为着要让厝顶有新的草通好换，林家家己嘛有种芋草，逐年拢爱事先割芋草、曝芋草，捡起来做准备。砍树就这款才会使。哦。这款长度才有够。比较黄的，啊，差不多要进多久才变比较黄？它一年一次啊，连收啊。芋草的生，敢那韭菜同款，挂掉了后会阁家己生出来，也毋过需要有人照顾，清杂草。一旦杂草生伤多，芋草就真歹活。这一年要挂一摆，挂一摆无够通好用。嗯，较早有，较早三两年都通砍一摆厝，即摆无遐多。林家第二代还阁少年时，草厝附近种的芋草真多，即摆年岁已经大，无法度照顾遐尼大片的芋草，所以数量减真多。即嘛吼三五年都要换一摆厝顶的工程，出现变数。拄只我有甲主人吼。讲吼，伊讲这草也真好，吼、哦，啊，重点就是讲会当冻偌久，加冻一年，因为即摆草无倒摕啊，吼、哦、啊，照你讲起来，这是拢爱换吼，啊，因为伊主人坚持，咱就甲补补的就好啊，吼、哦。今年原本草厝厝顶拢总爱换掉，上尾敢若针对厝顶有落落去的所在，也阁已经看到顶下结构的部分进行补强维修。这个草尾若厚，第三季这顶下若铺起就爱换，哦，像迄边迄就真严重啊，哦，迄无换迄顶下，到时换顶下吼，哦，迄。当阁特别多，掠一杯细杯的芋草，进入去两支竹仔中间，一丛一丛位内底铺，才会当把竹仔砍掉嘞，保护厝顶的结构。其他立落去的所在，嘛爱像安尼豆豆啊，用芋草包起来。它一层一层是用两根竹子压着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补这一层，你就是要从底下这一根，然后穿。把它交错去，交错这样，爱推两步，袂使相差。伫拢是芋草的厝顶，中级煞用布棚砍掉嘞，看起来真碍叫。就是因为顶一摆砍厝的时阵，芋草无够用，也毋过阁惊漏水，暂时干来会当先安尼动嘞。而且着顶下较磅布吼，伊这铁线引水落去。啊，过来，伊这绑这个固定布的时候，伊这较低，啊，所以讲伊水对这落来，哦，伊这有绑的所在哇，这拢伊的碳化分解就较紧哦。蔡班长甲林家的人负责厝顶的维修，志工斗三共补新的芋草。百年草厝伫咧砍厝的时需要分工合作，啊，毋过过程中嘛有真侪禁忌。像讲查某人袂当徛起咧阳格，甚至爬起咧厝顶，或者是围观的人袂当乌白讲话。咱这个百几年的厝吼，咧砍厝就不能乱说话，袂使讲哦，你砍厝安怎？你砍迄唔知老无？你砍迄唔知安怎？因为哦，你砍厝安怎安怎？都不能乱说话，没说没有，说足，随讲随讲。厝主认为九百年的厝有灵性，就亲像山有山神、树啊有树神的概念。来到三江的志工团参加草厝相关的活动，得要十年，已经真捌这的文化，嘛甲厝主变作朋友。阮平常时啊拢是上班族嘛，啊，迄个平常时啊，阮也可能讲会来遮，因为我感觉遮的老大人吼，遮种长辈吼，其实拢做热情的，做人情味啊，所以阮想讲，阮来客来遮，第一当跟斗三工了后，我嘛是会当来遮算讲家己享受啊，甲遮老大人了解学习一寡物件安尼。因为咱有这草厝伫这所在，我会使享受讲，咱较早咱人甲人较早伫个农业社会，伊连接是遮尔啊深，不像只咱。工商社会，大家较无咧接受嘛。安尼，我讲这個感觉是，这草厝存在，我讲是上个大意义上这個所在。
民国六十年左右，泡瓦仑附近的草厝也阁有五六间，到今敢若剩林家一间，而且保存了真完整。唔呐，留落来珍贵的传统建筑，嘛，予人重新看到农业社会强干的精神。刷落来，林家二媳妇的查某囝嘛，准备要搬转来住，会当继续把这款的文化价值延续落去。